大家好，我是 Fantasy 工厂。那今天我们要玩这款游戏叫做 Meryl and the Magpies。那这个游戏呢，是在今年的时候，它是 demo 的游戏 ，demo 版就是试玩版。那它正式上市的话，应该是在2021年，就是明年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映。那为什么今天介绍这款游戏呢？因为这款游戏是由就是之前跟 Rusty Lake 合作的 White Dough 的那个发行商 The Second Mass 呢，它近期发行的一款游戏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脚掌印呢，是狗狗的呢，还是猫咪的呢 ？Go。然后是一只猫咪在这边啊，说 Jester rules to cross and lands I am home。然后在三楼，然后说 Why are these birds always blocking my way？ 他说什么都挡住他的就是回家的路，这样 Go away！ I have to get rid of them。好，这边来到地户人家，然后这位女主人在院子里面捡落叶，然后回去。Now I have to find my way through the gardens of these weird people. Some objects in the garden may do something. 就是在花园的东西好像可以做些什么。然后那只鸟在这边吗？还会点，它会叫。然后这款游戏就是也不算逃脱啊，有点算解谜。Some objects can be fused closed up. 然后有些东西呢是可以，就是透过窗户，然后你点它是可以看得清楚它里面的内容。然后这个人是在写一封信 ，Dear neighborhood, I'm writing to ask if you can post your map trees, please. Branches are hanging over the road. I like to keep my garden tidy and.The many seeds that flowed from your trees give me a lot of extra work. 他说他隔壁的这户人家的那个树啊，就是已经越到他的墙上来了。然后他的那些就是种子啊，会带他，就是因为会掉到他们家的庭院，然后带给他额外的工作，就是要去清理它。Unfortunately, I'm also noticed that you don't properly maintain your own gardens. If you need to borrow a few toys to help you get your yard shaped up, you had only to ask.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. And 他打到一半，就是他打电话，写信跟。隔壁的社户人家告知，我觉得他坐在隔壁，为什么不就打电话，或者是走过去跟他说就好？为什么还要写信？我觉得蛮奇妙的。好，然后现在要干嘛？那只鸟在这边。哦，他说 "A game of hide and seek" 就是躲猫猫的游戏。然后这只鸟跑到这边，然后一直在找那只猫嘛。哎，那只猫跑去哪里？然后那个刚才那个割草机又回来了，然后这女人就注意到这只鸟。然后底下这只鸟，哦，它就打起来了。然后这女生就。走了出来吗？对。然后嘞，我们对他喵了一下，然后他就把我抱起来，放在隔壁的墙上，然后他又在整理那些 seed。好，再呢，就是隔壁那户他需要写信才能知道他。的那个人家，然后他现在正在画画，所以他感觉应该是个画家。然后这边有一幅画，但是在就是庭院的角落，然后分别有一支笔、一个瓶子、一只青蛙跟一个苹果。那我们现在过来，这边有个瓶子，好，可以走下来。然后这边有一只青蛙，哎，刚才青蛙一二三四五六。那是什么密码锁？哦，这个密码锁。好，所以等于说他那支笔、那支瓶子、青蛙、苹果各有
就是数字。那我们现在知道青蛙是6嘛，那我其他的先保留。那瓶子是这一瓶吗？这样，这边写2，应该是这个吧。好，那我们先保留。那这边有一只，这是什么？鼬獾吗？还是什么的？这是地鼠。我们现在要怎么办？这边有牌耶，然后我们就往那边走。走过来 ，A friends。哦，他欺负我们，然后我们就要躲起来嘛。哦，引起他的注意了。我们的状况有点惨烈，然后这边掉了一把钥匙，然后我们要开这扇门嘛。然后这只鸟就很坏，把那个门就是弄走。然后这边有一只鱼，然后他看了一看窗外，哦，这把手掉了是怎样？然后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这个，你看啊，他的笔的是8嘛，然后刚才那只鸟。这边有一颗苹果，然后是3，所以是8263，可以解开这个脚踏车。有了，开了。然后嘞，哦，让它移动，然后转开水龙头。之后那颗鱼就游开了，然后我们又拿到钥匙，然后再去开一次这个门。原来我们出来了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就是修枝剪，然后它会自动把这边剪开一个栅栏，然后我们就逃脱这边。OK， Thank you so much for playing the demo。然后他说很感谢我们就是试玩了这个试玩版。那它应该感觉正式版应该会有4个场景，就是我们从这一户人家，欸，没有，就是应该说，就是我们现在有2个场景，然后之后还会有4个场景，所以总共还有6个场景，总共会有6个场景。那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如果想要看后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我频道，然后也可以在下面的就是 support 栏 donate 一下，然后因为这后面之后应该会是要付费的，然后你可以就用那 donate 金额，我就会去购买这款游戏。那我是粉丝工厂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